为着要推广花坛乡的万年花，花坛乡农会伫即礼拜假日，伫万年花梦想馆举办105年度产业推广活动“茉莉飘香”。现场除了有花艺创作的展示以外，阁有万年花茶创意料理，欢迎乡亲莅临参加。好食好啉，啉好茶，拢伫花坛。花坛乡农会为着要来推广在地茉莉花产业，即几年来拢会来举办茉莉飘香产业推广的活动。伫今年是选伫即礼拜六甲礼拜日，伫花坛乡农会茉莉花梦想馆来举行。现场除了有各种茉莉花所制作的产品之外，也有茉莉花茶品尝甲茉莉花茶叶蛋来预备。办茉莉飘香的产业推广活动哈，因为咱花坛茉莉花吼是全省上济吼，所以咱从这上特色的物，农产业吼，甲推广出去。咱有训练迄个在地的小茶师吼，啊，伫个泡茶吼，啊，吼咱来宾啊，甲参加的民众来啉吼，啊，这非常的有意义，甲无共款吼。啊，然后咱阁有办一个吼，茉莉花的茶叶蛋吼，义卖吼，啊，这嘛足有意义，啊，阁有足有特色的。啊，欢迎咱乡亲吼，啊，咱大家吼会当迄个伫个6月26、25、26啦吼，啊，26是上主要的活动，啊，大家会当来参观吼，啊，带动咱花坛乡内经济啊，甲观光的链条。花坛乡农会嘛表示，农会茉莉花系列产品拢经过严格的把关。今年伫梦想馆四周围增加了景观的设计，变甲搁较美丽、搁较多样化，绝对让你的相机持袂停，非常值得来遮佚佗。新中华新闻白明玲花坛采访报道。